叫什么？火罐就是。火罐叫做。作文啊。哦，爆米花，爆米花。大家收看。我们玩一个游戏先。然后玩什么游戏？转一个聊具关联金，选一个你先。啊。我们要 rock paper scissors 先，谁拿到这个就是输的了。好，来，今天我们呢要来开箱，我们应该是第一次开箱零食。我们最近呢，在这个便利商店呢。在便利商店呢看到了这一款零食，然后我们就想要来。看一个试吃的影片，好不好？嗯。今天我们要试吃的这个零食呢，就是这个Eureka。Eureka 的这个 popcorn， 对，它就是爆米花啦。我们这一次开箱的这个模式呢，非常特别，所以我们要收条布，输的人就要抽一个来吃，是吗？没有，不是，谁来拿到这个就是输的，就要再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就这样，输的那个人就要抽，抽到什么他就要吃什么。OK 吗？好不好？Rock paper scissors shoot， 不是，那你的 rock paper scissors stone， 哎 ，rock paper scissors， 然后，那我不会 rock paper， 哎，我可以用中文的嘛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，所以我要怎样？我要闭住眼睛，然后选一个。没有，要关眼睛，选一个。我选这个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哇、哦！到我了，我要关眼睛。等一下啦，所以我们第一款要试吃的就是这个 hot and spicy popcorn， 辣味的。你吃。看到有辣椒。看到有辣椒哎，那它是真的是辣的吗？所以我们来。我跟你讲。就是可以吃两个哦，你那个爆米花的味道，我要你吃一个了。哇，是虾米味，哎，有辣，还是干？来看一个，来看一个。来了一个就好。哎呀！哎呀！对啊，来一起，一二三。No！两会辣吗？哇，所以它有很浓的那个，我觉得好像是虾米味，然后就辣。到我了。我就是辣味的。到我了。哈哈。这个呢是，看到没有焦糖？我要吃。今天的焦糖味，然后等一下你多一次，它的焦糖味很重。等一下拆开这个，OK， 好，所以我们试吃了咸的 cheese 口味，辣的口味，还有这个焦糖口味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吃另外一个辣的口味，你要 try 一下。No！ 不要！有点不一样，看着比较红哦。还好，不会很辣。它是咸咸的那种，就是一点点的小辣，就好像那个妈咪啊，妈咪不是有辣的妈咪，不会讲很辣很辣，但是是可以吃得下的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之后呢就可以边看电影啊，边吃这个不同口味的这个爆米花。这几个口味啊，你喜欢哪一种？我喜欢这种，这个是 cheese 咸的，我就喜欢咸的 cheese。Eureka 的这个爆米花。
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，还有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， 还有我们的脸书专页， OK， 跟大家讲拜拜咯，拜拜。